义工风采之碧血丹心，执杖世间行。他叫何欣，来自中国东北，现居住在美国。从年轻时起到现在20多年来，他一直不间断地做各种义工，弘法教功，街头讲真相，印刷真相资料，参加真相车游，参与和平游行等。是什么力量让他如此坚持呢？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1997年，何欣正在沈阳东北大学上学，快要考试的时候，神经衰弱，就是挺苦恼的吧。有一天也是在校园里头，就是跑步，看到那个东北大学那个图书馆前头好多学生还有那个老师都在那顶练功，然后就跑过去看一看嘛。当时就是一个研究生就说的那个，你要学吗？说的那个，你明天早上来，我借你本书看吧。第二天早上我就去了，去了他就借了我一本书。之后呢，那个我没事就在那个学校上自习的时候就看这本书。然后我说，哎呦，这书太好了！我说这书不给了，我说这书卖我吧，我说这书不能给你了。马上什么神经衰弱呀，晚上睡不着觉啊，什么这事儿就全没有了。觉得就是知道是那个修真善忍的了，让那个说真话、办真事儿啊，与人为善啊，遇到矛盾要那个忍让啊。我以前的那个座右铭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就是已经就到这份上了，但是书里要求的就是叫你做一个特别好的人，特别阳光的人，就是特别善良的人。我就觉得这简直太好了。我说做人活的就是要做成这样的人嘛。后来我就跑到那个南公园去练功去了，刚去了一个星期吧，他们那个辅导员就说的。他说那个这里头那个属你这个动作还是挺标准的，完你也年轻，你也有时间，就是说你条件是最合适的，你来教功吧。借书买书练功教功，信仰和修炼使何欣的神经衰弱症状不翼而飞，更使他从信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转变成一位以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的好人、善良的人。何欣深深被法轮大法法理所吸引，他积极地把法轮功功法介绍给更多的人，从此他走上了信仰和修炼之路，也走上了义工和流亡之旅。正当何欣沉浸在得法的喜悦中，认真修炼，积极自费参加各种弘法教功活动时，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中共在电视上、报纸上、所有的媒体上都污蔑我们法轮功，说我们杀人啊、自杀呀、还有那个精神病啊，就是所谓的1400例，我们没有任何一个可以说话的地方。上访的同修去呢，一抓就是一批，没有办法，我们只好去挂法轮大法好的旗，自己呢印制传单，向世人讲述法轮功的真相。我们刚结婚的时候呢，家里给了我们一些钱。我和丈夫呢就把这些钱拿出来买了打印机和复印机，为了不连累家里的人，我们就上外面租房子去住。那天半夜呢，警察使劲儿就是砸我家的门，一下子就进了一屋子的警察，一看屋里头有打印机、大型的复印机，还有打印好的那个海报，海报上写的江泽民推卸不了的历史责任。警察当时就给沈河区的区长杨家林打电话，说的抓到沈河区的头了，抓到个大的，然后就把我丈夫、我老公公、我老婆婆都带走了。我刚生完孩子，警察就
给我带到婆婆家打我，问我说和谁有联系，资料都给了谁，孩子由于半夜就是受到了惊吓呀，哭闹不停，警察临走的时候说的，叫你不说，以后天天上你家来问你了。东北的冬天呢，天寒地冻的，我当时带着刚满月的孩子连夜离家出走。先生李尚荣后来被判刑十年。2005年，何鑫去监狱探望先生，结果被警察以网上在逃人员的名义抓捕。因曾制作三幅法轮大法好的横幅，何鑫被非法判刑三年。2011年，何鑫先生李尚荣被释放。十年非人的牢狱生活，使李尚荣被迫害得骨瘦如柴，奄奄一息。几个月后，李尚荣离开了人世。李尚荣用十年的坚守证明师父清白，证明自己无罪，他无怨无悔。去世之后，我也是天天就是在家哭，在家待着，天天哭的脸都肿了。我当时搁家也是在印书吧，印的那个书好多那个半成品，就是还没印完呢，就是还有印完的还没拿走的，就是好多好多没印，还有那个打的那个真相币呀、还有那个小册子还没钉的那种，很多打印机就三四台吧。反正我家平常储备量就最少得有十箱纸吧。还有那些好多，反正就是什么都有。3:50就出去练功去了。练功之后，等那个快到公园门口了，我就看有同学就往回走。他说里面开始抓人，完了说赶快散开。往回走呢，回家还不死心，自己上公园自己又练了一个小时，完回家了。过后就是有给我打电话的、发信息的、敲门的、敲窗户的，就是邻居就全来告我说的，门口围好多人，正调你监控呢，快跑！就跳窗户，我就走了。完之后也是联系到那个，当时有一个同学也是被抓的，当时可能就后来保外就医出来的，后来那个同学就跑到泰国。跟那个同学联系，就有这么个渠道可以去泰国。我就想，哎呀，行了，就是不行就先去泰国。就是我父母家五处房子，我说没有一处我可以住的，我到处在外头流浪，20多岁带一个孩子到处流浪。我说的，哎呀，就中国这么大，也没有我安身的地方，随便去哪儿，去一个就是没有人抓我的地方就行。去了泰国之后呢，几个月之后，我就听那个大陆，就是说以前和我挺好的那几个那个流离失所的同修，他们也是被抓了。我当时也是在家就哭，我不知道就是我怎么能帮到他们。后来我就去了那个中国大使馆，拿我先生和我婆婆的那个遗像，还有那个中共火灾器官的一些图片，完了在那个大使馆静坐，前头摆了一盆花，就在那个大使馆坐着。后来那个大使馆就叫那个泰国的警察就抓我，他说不是我们要抓你，是那个对面的大使馆让我们抓你，并且不准放你。我说我在泰国练法轮功并不违法，他说但是他们让我抓你的理由是你的签证过期了，就是好几个国家的同学都在营救吧，后来就给我营救到了美国。2015年我来的美国费城，我就是在那个中国城送那个法轮功真相报告上那个印刷厂，一看那么多机器，哎呀很高兴，我说的这在这里都可以随便的就是说去印这些法轮功真相传单呢，跟世人讲清真相，还不用担心这个安全问题。在国内去做这件事儿，就是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沿路的那些民众啊，看我们车顶上那些真相展板呢，就不停地给我们竖大拇指，就是主驾呢，就是没有机会去到处左边瞅右边，副驾就负责接待左边车、右边车。他左边给你竖大拇指，给你鸣笛儿；右边给你竖大拇指，给你鸣笛儿，你就要回应一下吧，礼貌地回应一下。就是副驾有的时候很忙，一直左边、右边。你们做的都是很正确的事儿，真的。我跟你说，我就是专门反对共产党的。这个活动很好的，啊、哦，相当好。对，那他是汉奸，是我的汉奸嘛，专门整中国人的。对，他不止整中国人，他还在害全世界的人。